姐夫，哎，这儿也没外人啊。啊，我觉得你要再这么过下去可不成。哎，我怎么过了我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我过得还不错。是吗？哎，那我怎么觉得你要再这么过下去的话，脑袋上的帽子可能得换换。不不不，我这人从来不戴帽子。那我姐给你扣一顶吧。啊，丛林迷彩。 那就绝对时尚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以前我们考古的时候都戴那种帽子，那个绿色。明白了，绿的。打算怎么干啊？就这么着了？我还能怎么着啊？得过且过吧。什么叫得过且过呀，姐？你这事能得过且过吗？你得跟他聊，跟他谈。你说不出口的时候，你得让别人去谈这个事儿。 找谁呀？找你？算了，你更说不上话。我没说我，老爷子呀，我爸。哎，行吧，你把那 mother 去了。行，对呀，在两个闺女心里头，老爷子绝对是这个，说话肯定有问题。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可是我跟我爸说什么呢？小红只是不理我，她又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。主要是我没证据。 你等着，我肯定把证据找着。我找了多多。大哥，你要什么证据啊？你这阵没证据，正好谈。你要有证据的话，你不把老头气成心脏病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就让老头跟他谈，啊，好好的聊聊这个事儿，其实就是让周小红收收心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了哈。我跟你说，什么事儿都找我，不行，你这可是你强项。哎，爸。 小婉来看你来了，哎呦，伯伯，哎，你们俩人今儿怎么凑一块儿？是是是，爸，小婉呢说她前两天睡觉呢，梦见您了，想来看看您。哦，婉儿，哎，你还梦见？这不梦见了吗？我前两天做梦时，这不就……哦，这不睡不着觉就梦见。是那……啊，对了，伯伯，您前两天过生日，是不是有点不开心来着？哎，其实我们这帮当小辈的都看出来。 就是谁都没明说，这不今天吗？今天我这个买了两瓶酒，我说过来看看您，然后咱爷仨晚上喝一杯，聊聊这事儿，别心里。那就喝点儿，喝点儿，喝点儿就喝点儿。哎哎，那个，你看我这还有下酒菜，不行，这菜都地沟油啊！是是是，那小婉跟我下厨，咱们给教授弄俩下酒的菜去。得嘞，得嘞，得嘞，你真成啊！做梦，这是我买的酒。 来，再走一个，这儿，伯伯，好，大哥，嗯，哎，呵，小红啊，小马啊，你是真有良心的啊，这个就这一点就比我们家小花强，这孩子太不像话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两天我都没跟好脸子看，我让他自个儿好好反省反省，我跟您说吧，其实那天，小马，你抽时间。 跟他好好聊聊，成成成，赶紧把那个日子定下来，这样他就收了心了，好吧？嗯，哎，伯父，嗯，这个您最近听没听小花主动跟您说过什么呀？嗯，没有啊，所以我才让你主动嘛，对吧？但是这话吧，嗯，我觉得得您跟他谈，知道吧？我谈不合适。 怎么不合适呢？是是是，爸，对小马说不合适，爸，小红的事啊，您还是要操心操心。花儿，你这小红又怎么了？爸，小红最近呢问题比较大，我现在是没证据，所以不能说。等我过两天有了一些证据呢，我可能更不能说。所以，等会儿，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啊？怎么还有证据啊？怎么？说清楚了。爸，嗯，他其实是他这个问题，哎，小马，哎，要不然你跟我爸说吧。 不是什么事儿都我说，我跟您说姐，小马，你这哎呦，你掐我干嘛？怎么？啊，成成成，这事儿还是我说吧。嗯啊，他也说不出来，我说比较合适。对对对，伯父来，您坐着。哎，对，坐坐坐坐坐，爸，他挺严重的一个事儿。哦啊，是吗？我觉得非常严重，你听我跟您说啊。嗯嗯，第一。 我姐姐现在非常非常的不正常，为什么呢？嗯，她现在敢背着我姐夫，穿那种特别不要脸的衣服就上街。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不对不对，不是什么不要脸的衣服，就是稍微有些性感。
哎呦，姐夫，您可真够高风亮节的啊！露着一乳沟，您说是没？露哪儿？是吧？乳沟露着一后背，您说是性感，是吧？这样。那明天弄一三点式成不成？不，来来来，那这么说，你说，你说，我说不了这。不不不，真的真的，我不是不是小马。来来来，说啊，还是不你们俩到底谁说？小马说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我说话别插嘴了，成吗？哎，边儿去。哎，伯父您坐着啊，你坐。对不起啊，我喝点酒，比较激动。嗯，说。第二条，嗯，我姐姐现在已经学会说瞎话了，对吗？对。好。第三条，嗯，我姐姐现在已经学会了夜不归宿，对吗？对。更严重的是第四条，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守妇道的。嗯，她现在和我姐夫闹分居，冷战。对吗，姐夫？对，好，有请您和伯父进行下一轮的谈判，我去收拾东西。行行行行，就你们刚才说的这些，我多少都知道一点儿啊。你不是误会吗？对吧？再说了，不夜不归宿，那得单位加班。前天我生日的时候，你们俩不是还挺好的吗？你们爸，那天您过生日的时候，是小红专门跟我交代，让我们俩在您面前故意装的那么亲热的。你说这他妈怎么回事？这两天这不顺心的事儿，一档子接着一档子。不是，您千万别上火啊！这事儿你跟小红好好谈谈。另外一个呢，你跟小红说，千万别告诉她说是小马给您说的。哎，不是，姐夫，你真成啊？不是，我帮你说完以后，你还卖我？等等，有你这么的？别说别说，我行行了，你好好想想，你这里边有没有责任呢？对，有。这不完了吗？我确实多多少少有责任。那好，你说说你什么责任？我这个，我有什么责任呢？啊，你问我，我哪知道啊？你自个儿都不知道自个儿错在哪儿，是不是啊？我跟你说，一个家庭两口子出了问题，不是单方面的，一个巴掌他拍不响。哎，你这尽到一个丈夫百分之百的责任了吗？哎，伯父说这句话在理，姐夫别老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啊！我都替你说完了，你自己反省反省，你有没有责任？有没有责任？但是伯父，嗯，我也说句公道话，嗯，我觉得我姐夫有责任不假，嗯，但是有些事儿我觉得他做的还是可以的。他怎么样，我心里有数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你怎么想的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不是，这里头有我什么事儿，伯父？我不能说你了吗？我现在还就想说说你。啊，那我真想听听了。你坐起来，起来，好，来您说，您说，我这做的挺好的，您说，你到底想不想娶我们家小花啊？哎呦我啊！不是伯父，咱这都聊了八回了，我也在这跟您表过无数次决心。我说我想啊，想，但是吧，想你怎么不给力呀你呀？我没不给力呀，我都说了八遍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给你们撮合找机会。对，你倒好，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。我没想的呀你。我不是掉链子，你不你还不是呢啊？我让你们找机会说好话，我给你找工作，我还帮你。是是是，不怕李全笑话啊！你别多心，我还帮你们差点买了房子呀。知道，还买房子了？你做什么？你没买，说我这事儿呢？你买的？我告诉你，不是告诉你，告诉谁呀？不是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上回不是跟您说了吗？因为我年轻，我觉得不说了，什么也不说了。那成，你什么时候跟小花结婚？定个准日子，快一点。伯父哪有？定了啊！什么就小红的事儿，您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啊！是姐夫，姐夫你真成啊！我说我不说，你非得让我说，没来由的让伯父跟我一动手了。你呀，你呀，你呀！哎，小马，你别老摔摔打打的。哎，小马，小马，短信也不回，电话还关机，你知不知道我着急死了？你别喝了，小雨，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？小雨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
可是喝这么多酒不是更难受吗？要不，咱们再去求求那个杨总，好不好？我是个男的，我不能总靠别人的帮助活着。别人帮我一回两回行，帮来帮去我还把别人给牵连进去了。是。 杨总他仗义，就算他留我在餐馆，我欠的那笔债怎么办？怎么还？那点工资，连生活费都不够。听我说呀，小雨，刚开始肯定是很难，将来一定会好的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呢，诚心诚意去求那老两口，让他们宽限一些时间，咱们努力赚钱。 凑齐了还给他们不就行了吗？凑齐？你说的容易，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，怎么凑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小雨。我这一年多也攒了一些钱，回头我再跟我爸我姐说，让他们支援咱们一些，应该不成问题的。支援。 他们支援你没错，但是他们凭什么支援我？他们连我是谁都不知道。这就更好解决了，咱们明天就回家，跟他们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？我不去。为什么呀，小雨？不为什么，我谁都不想见。喂，爸。 还不回来呀？哦，我这外面有点事儿，我晚一点回去啊。那个注意点安全啊！你放心吧，没事儿啊。嗯，这么着，小雨，咱们就算再难，也不能自暴自弃，对不对？ 不就是找工作吗？不就是还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这么年轻，怕什么呀？小雨，你别喝了，你听我的话行不行？你别喝了，我求你了。我有一哥们儿，狱友，他比我提早出来一个月。 出来之前，他跟我说，他说他一点也不开心。他们家里人都当他死了，他朋友都躲得他远远的。可是他得吃饭，他得有地儿住，所以他还得去找他那帮狐朋狗友。他说，很有可能没几天，他又得第五次回到狱里边。 小雨，你跟他们不一样的，你有能力，你有学历。再说，你不是还有我呢吗？对不对？我跟他们一样，在很多人眼里，我跟他们一样。你跟他们不一样的，小雨。 你看人杨总不就成功了吗？小雨，打住打住打住！我不想聊了，你赶紧回家吧。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哎呀！ 嚯，这早点都给我买了，这靠谱这个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不是给你买的，给谁买的？给你买的。来，你吃。没事，你吃吧，你吃吧，你吃吧。没事，别客气。哎呀，你吃吧。这一个破包子，至于呢吗？大早起给我叫过来，我什么话还没说呢？怎么着？什么事儿？嗨，没事，你先吃吧。嗯，吃完了，我再好好跟你谈。那什么，我不吃了。
我听您这么说话有点瘆得慌。这样，有何指示您就说，小的一定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干得了我就干，干不了呢我跟您说一声，成吗？您说。其实我不是有男朋友吗？哦，对了，这话我得问问你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有男朋友干嘛把我找过来冒充啊？不是你涮着我玩呢是吧？没有。他有残疾对吧？你才有残疾呢，比你强一百倍，你连个歇后跟都不如。那你这话说的太伤自尊了。那要这么好，你给他带回家呀？你把我带回家算怎么回事啊？你带回去呀？你以为我不想带呢？啊，他那时候不是在，在哪儿呢？外星球。在牢里呢。在哪儿？在牢里。犯人呢？哎呦！哎，那什么，小花，我觉得你先别把他带回家了啊，您先上趟北京六院精神科看看病去。你这病好治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叫斯德哥尔摩后群症，有你这样的吗？坏孩子是挺酷，是挺威风，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影响你一生的前途吧？你不能跟坏孩子过一辈子吧？对吧？你看看我，我起码我没前科，你不信你上公安局查查去。你说什么呢？谁还能有你坏呀？我哪儿坏了？他叫关羽，他是个律师。这不是那时候他是因为交通肇事逃逸才进监狱的，人家现在已经出狱了。叫什么？关羽。关二爷呀，这家伙他父母太有文化了，可是他也不好啊，是吧？肇事逃逸，这不叫坏呀，这太缺德了，这侮辱我呀！你留点口德行不行？关羽他很不容易的，他吃过多少苦，你想都想象不到。他们家是贫困山区的，小学的时候就差点辍学了，这好不容易熬到大学，你知道大学的学费是怎么赚的吗？他靠给人擦皮鞋赚的，这遇上我是吃上饱饭了，多不容易啊！好不容易当上个律师，你说遇到这种事儿，他能不犹豫吗？这换你还不定得出什么事儿呢。哎呦呵，您这话说的真好听啊！那人家是大帅哥啊，人家受过高等教育，人是大英雄，我呢，我就是个小混混啊。你们俩绝对是神仙眷侣，羡煞旁人，豺狼虎豹啊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回家睡觉。您这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，我算不待着在这待着干嘛呀？免得脏了您周大小姐的眼。哎呦，我不能在这待，不行，回头给人气疯了。哎呦，你回来。这不是昨天吗？我已经答应我爸要尽快结婚了。完了，我就想吧，我这两天我就得把关羽带回家，我把我们俩的事儿跟我爸说清楚。可是我爸他老人家，他不是还以为我要跟你结婚呢吗？再说，他不是一直对你印象挺不错的吗？是吧？我就想，你能不能帮我跟我爸也解释解释，你千万别捣乱啊！您放心啊，周大小姐，我没这么心理阴暗啊，没有钱干的活我绝对不干。说完了吧？那小子就在这祝您和关二爷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啊！拜拜。不是，哎，我还真没说。你有完没完了还？完呢？你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，我就耽误你一会儿，行不行？嗨，这话怎么说呀？这样，你不是路子挺广的吗？啊。我就想，你能不能帮我们家关羽介绍一个像样的点的工作？他这不是刚出来吗？以前工作没了，现在找工作老是到处碰壁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你。欠你们多少啊？我还给他找工作，我帮不了周大小姐，我就是一小混混，我社会关系就这么多，我社会能力也差。您呢，找他去啊，那是英雄，我这帮不了，不行。哎呦呦，马哥，你帮我忙嘛？帮不了，帮不了。嗨，我不让你白帮，行不行？这样。
事儿办成了，我给你精神费。哎，你说一个数，我绝对不还价，行不行？我要10万，你给吗？可我也有。那就算了呗，那就别说我要多少给多少这话了。我还告诉你，我要答应这活了，甭管我是干成了还是干不成，你都得给我钱。为什么呢？我付出劳动了，对吧？我跟你认识，我跟你们家关二爷不认识，我凭什么帮他呀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你还有这出。这样，这工作找着了呢，我给你1000块钱的介绍费啊。来，这是定金，拿着。3天以后给我答复，好吧？怎么着？啊，再见。不是什么就再见，你给我回来。这干嘛？你这才300呀，不够啊！你这活属于高难度。我告诉你妹妹，从号子里出来的人一般没人要啊，有前科。你怎么着？你再掏点，500啊！这你这定金就这么多，多了没有啊？办成再说。不是，那你这早点不要了，你留着吃吧。邮件，哎，周姐放的。哎，我找，啊，我是。嗯，哎。这个本市的啊，文艺出版社的。哦，好，在这儿，这签了字。好，嗯。呵，什么笔呀？这是，哎，我这有。姐，得嘞。啊。嗯，这你得收着吧。啊，对，就这个。好嘞，好。好嘞，行，谢谢啊。回去，回去。哎，等会儿，小伙子。那个冯经理餐厅那领班是你吧？怎么现在干这个了呢？哎呦，您快别提了，餐馆倒闭都快一个月了，冯总还欠了一屁股债，到现在这最后一个月的工钱还没还给我们呢。哎，行了，我也不跟您聊了，我这还有好多家要送的。好，辛苦了啊。没事，回见啊。哎，再见。哎，回见啊。哟，我看是不是别动手，怎么又动手啊？这是你秦姨那个画册的样本儿。啊，哎呦，我师娘出画册了。那是啊。哎，那师傅，那能不能回头让师娘跟我说说，给我一份真迹，我回头留着给我儿子娶媳妇用。哪儿都有你啊！去，一边待着。领导还满意吧？满意。哎呀，太精致了。季凤，嗯，我怎么谢你啊？那你看着办吧，对吧？季凤，嗯，近点。哎呀，说吧。再近一点。你看，你说。咱俩的事儿也该提到日程上来了吧？嗯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先别着急呢。哦，对了，小花的事儿有眉目了吗？不错，小花的要子答应我，尽快领结婚证。我觉得这跟小马处的还真不错。真的？哎呀，那太好了，说不定啊，他们的好日子马上就会到了呢。对呀，跟着咱们俩那好日子不也就，是吧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先别着急。不，哎，别，不着急不行，我这都望眼欲穿了。哎呀，你就不能再忍一下吗？我等不了，我忍不了。你别拿这对付我。不是，干嘛？什么呀？这是？你这都洋文，我都看不懂啊！这不认识吧？不认识。什么？巧克力。嗯，瑞士的，我一个学生送给我的，我不能吃甜的，送给你了。哦，好。哎，我说。你不吃了，你才送给我，你这是什么犒劳？你这叫你要不想要，我还不想给你了呢。我要，这总是有比没有强，对吧？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还有点事儿。臭奸犯！
是来给您道歉的。是上次的事儿是赖我，我不应该逞能，图一时痛快，不但没帮上您的忙，还让您受了委屈。我请您原谅我。您能不这么看着我吗？你坐吧。坐哪儿呢？想喝茶吗？想喝也没有，你都看见了，我这什么都没有。您忙您的，甭管我。你的道歉呢？我接受了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谢谢你啊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。不算什么礼物吧，其实，那个表达一下歉意吧。巧克力，哎，你怎么会想到买这个东西呢？嗨，不是买的，是一老朋友送我的。我不吃甜的，可我觉得女同志应该喜欢吧。您尝尝，可能还不错。这个朋友还挺浪漫的啊。是是是。对了。你这生意上的事解决的怎么样了？你刚进来的时候是不是看见有几个人出去了？对，好像有几个人气势汹汹的，讨债的。对，要债的。您经营这么大一餐厅，您还欠债啊？其实啊，这个餐厅根本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们有三个股东，由我呢负责投入第一笔资金，主要是租房子、装修。找厨师，还要培训员工什么的。嗯，他们应该陆续的把第二笔资金、第三笔资金给我投进来。自从呢，上次你找过李杰玲大闹一场以后呢，他们就拒绝投资了。可是为什么呀？这是？嗨，他们呀，他们都是李杰玲的好朋友，是他生意上的伙伴。本来开始投这个餐厅的时候也是为了拍他的马屁，现在他们不投资了呢，更高兴啊。这事儿这不能这么绝情吧，你们毕竟夫妻一场，他得讲点情分呢。他说了是我不讲情分在先，当众让他出丑，让他颜面扫地。他这个人啊，把面子看得呀比命还重要。他现在啊把我恨得是咬牙切齿。他这个啊诚心是报复我。没事儿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他们这些债主啊已经向法院起诉我了，等着法院判呗。法院会怎么判呢？怎么判？很快呀，这个餐厅就不是我的了。可能呀，还会背一屁股的债。那你也不能这么干等着，总得想想辙呀。算了，我累了，我不想再折腾了。再折腾下去也没什么意思。再说了，他毕竟是我儿子的父亲。我儿子呢，现在又跟他在一起。我不看在他的面子上，也要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啊。能不能找找您儿子，让您儿子劝劝他爸，怎么样？去哪儿找啊？我儿子现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可是那也不能。算了，我真的想离开这儿，我什么都不想要了，我真的想走。你今天来的正好，我们俩呢，在这儿告个别吧。这事儿都怪我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至于。怎么能怪你呢？你也是为了我好吗？那天我还对你大发脾气，
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这个人呢，这些年，要不就忙着做生意，要不就忙丈夫、忙儿子，闹得自己啊，最后连一个知心的朋友都没有。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俩也算是一个不打不相识的好朋友，对吧？你，我在公司呢。啊，这个，哎，我问你啊，有头绪了没有啊？千辛万苦，总算是不辱使命啊！我在你公司楼下呢，我现在上去找你。哎，别，你别上来，你在楼下的咖啡厅等我，我马上下去找你。得嘞，哎。不是，咱别这么功利成吗？怎么着，我也算是给你帮了一个大忙，你不应该请我喝两杯饮料。服务员，哎，你好，咱们这儿最贵的咖啡，拿铁100杯。得嘞，来两杯加冰的啊。那个找他要钱，啊，给人钱，不是听不听了？行，多少钱？200。你喝点什么吗？不喝，不喝拉倒。麻烦快点啊，不要这么冷冰冰的。一会儿我告诉完你这个大案子以后，你一高兴，兴许又请我喝两杯呢。行，你赶紧说吧啊。你记得我以前在一家物业公司干过吗？记得呀，不是物业保安吗？对。这跟管宇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啊？别着急啊，马上就说到重点。其实我原本干的那个不是保安。是什么？法律顾问。但是让王经理，就是你爸那个朋友啊，把他侄子给推上去了。我没办法了，我干的保安。他还骗你爸，说这是上边下来的人，我也没办法，只能让小马干保安了。我为了让你爸别生气，我就干的那个。不是，这口气我其实一直咽不下，你知道吗？凭什么我干不了法律顾问呢？上到九天揽月，下到五洋捉鳖啊！你给我来张绿卡，我去美国，我跟奥巴马聊聊。马文杰同学，我知道你能耐啊，请重点的说。啊，对不起啊。重点来了，昨天晚上，老王给我打电话了，知道什么事吗？怎么了？他那个侄子玩线了，哼，不光几个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纠纷案没搞好，还乱搞男女关系，总公司立马就急了。派人下来了，把他侄子就给拿下了，然后还告诉那老王说：“老王，你要不把这几个案子解决了啊，你也给我滚蛋。”给他急的呀，那是火烧眉毛啊，连夜就给我打电话说：“小马呀，你能不能帮我渡过难关呢？”我一看这情况，然后我就报了一个谎，我就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已经找工作了。”我就把你男朋友的情况跟他一说，他连说：“好，好，好。”啊，只要能帮助他渡过难关，待遇都好谈，明天就签合同。你看看，明天就签合同，那是。哎呦，那挺好的。哎，嗯，谢谢你啊。没事。不，哎，嘿，干啥？嘛去？回公司啊，嘛去？回什么公司？聊完正事就走啊？就是那个，你把尾款给我结了吧。什么尾款呢？不是说好了吗？1000块钱的中介费，然后你那天给了我300，还差700呢，把那700给我吧。不是哥哥啊，我那天说的是这事儿，如果是你办成的话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事儿是你办成的吗？是啊，这等于是我爸办成的，好不好啊？怎么呢？那王叔我打小就认识他呀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我没跟你把那300块钱要回来，你就应该知足。嘿，你怎么着？你跟我玩无赖是吧？谁？我告诉你，今天。
互相缓和一下激动的情绪啊。小花，你这么想，这件事我没有功劳，我起码有苦劳吧，对吧？要不是我发扬风格，我把这份工作让你男朋友去干，他还喝西北风呢，对吧？你不得表示表示？不是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什么叫你让给我男朋友的？那不是吗？让你干你干得了吗这事儿？哎，不是你装几天律师，真是以为自己是律师了吧？不是，哎，我，哎哎，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，不给钱你还刺刺别人。我告诉你，律师有什么可难的？给我三本书，我照样我也能干律师。我去美国干律师去。关羽啊，欢迎你加入啊！谢谢你，王叔，非常感谢您啊！以后请您多多关照关羽。那没说的。谢谢你给了这次机会。哪里的话嘛，这英雄不论出身，啊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我是看好你的，小花。哎，几年不见，你真是出息了啊！认识的竟是一些社会精英啊。没有，您过奖了，王叔，我就总共认识这么一个社会精英。谦虚了不是？啊？那小马也是一个呀，他也是学律师的呀。做事还挺低调的。王叔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呢还有点事儿，您这工作也挺忙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就不打扰了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吧，哎，好，王叔再见啊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我是瑞邦物业的法律顾问，我叫关羽。哎，马文杰，你真是怪了，怎么哪儿都能碰上你？你跑什么呀？你别追了！我站住，再跑一个。不是干嘛呀你？不是你跑什么呀？我又没让你还钱，你至于吗？不是我，真是没天理了是吧？那兔崽子关羽抢了我的工作，霸占了我的妞，欠了我700块钱中介费，然后现在又说找我还钱，有没有天理了？还有没有公道了？还我这为了你们，你说说什么呢？不是，谁是你的妞？谋杀亲夫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哎，我练过。小关啊，了不起啊，这回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。您严重了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，应该做的。那可不一样。我那侄子也是学法律的，结果怎么样啊？搞得是一团糟。你就不同了，这才几天呀，就搞定了。小马说的没错，你呀，就是这行里的精英。小马？哪个小马？小马，马文杰呀。你不认识他吗？哎，就是那个你那朋友周小花的对象啊，也是学法律的。你这个职位就是他让给你的，幸亏他让给你。要我看，他不如你。他要是真来了，真不一定能搞得定的。我觉得吧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俩不能像以前那样。以前哪样啊？这怎么还以前哪样？就那样。什么？不是你傻呀你！你现在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是啊。对吧？嗯。那也就是说，今后你们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你们俩人小幸福的过日子，对吧？对啊。那您还不避点嫌？您还这样呢？那让你男朋友看见以后误会啊！这就是我忍痛割爱，我为了躲开你，我不能见你。不是，马文杰，你这说什么呀？你没事，不至于吧？不至于吧？我告诉你，小花同志，在这个世上有比我心胸宽广的男人没有几个，听见没有？要是你男朋友看见小心眼一犯，吧唧自杀了，算你的，算我的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也只能忍痛，把我对你的爱深深地埋藏在心里，我都不敢跟你见面。行了，别说了。这么着，啊，你以为我特想见你，是不是？躲你还躲不及呢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我这不是你怎么着？你说翻脸就翻脸是吧？这么就走？不是你说让走的吗？不过话说回来了哈，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接触，我觉得我对你的爱意还是有一些涌动的。那么这样吧，小花，
从现在开始，咱们搞一个告别仪式，从此以后咱俩两不相欠，成吗？啊，好，我少你一个钱串子，我省不少钱呢，我。呀呵，那就再拥个抱吧。哎哎，我老婆姐姐干什么？敢说我钱串子，那就再亲一下。没亲是吧你？小雨。早上起来照照镜子，发现我还是那个样子，一样的眼睛，一样的鼻子，只是多了几根花白胡子，辛辛苦苦养大几个孩子，一家人住着一栋房子，虽然没有家财万贯的影子，生不起病就要有个好身子，这一天一天老了我也不能甘愿寂寞，这心里的事我可不想这么憋着，那鸡毛蒜皮说不清到底是谁错，最怕的就是守着空巢数着时间过，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忙忙碌碌中找点乐子，就算当上皇帝老子，不如团团圆圆的一家子，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孙男弟女们全是小子，有个老伴陪我过一辈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个样啊，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忙忙碌碌中找点乐子，就算当上皇帝老子，不如团团圆圆的一家子，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孙男弟女们全是孝子，有个老伴陪我过一辈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个样啊，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忙忙碌碌中找点乐子，就算当上皇帝老子，不如团团圆圆的一家子，生活就是过日子，孙男弟女们全是孝子，有个老伴陪我过一辈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个样子。